说了呢？你他妈到底要干啥呀？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不是咋的呀？啊？我买枪。你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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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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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他妈打他了？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结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买几把就行。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十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，等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吉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去你妈！